哎哎哎哎 ，Who are you？ 画风不一样啊。哦，这个不能挡一次，它有红光，哇！啊啊啊！怎么连 boss 也来？哈哈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必有我死吧，我完蛋了。好烦哦，一直跑过那个 boss 的，那 boss 被那 boss 被那个雷射激光扣那么多血啊！可是这样不好玩呢。Almost 会了会了，我不要闪了，我就在他正中央，在他脚边。有，算力元件，我们可以怎样替系统增加一点算力？我们现在可以装三点的玉石。别跑！看起来是很有钱的东西。哈，来不及打死他了。嗯？哦，300多块钱，收金玉，加大吸取金的范围。亲爱的大哥，妹妹的电话。今天家里出了太阳，还记得吗？哈，以前若是遇到这样的晴天，我们都会出门远足。大哥，你会很有耐心的介绍风景。哈，哎，一个闪回。他们小时候啊，大哥那些塔好漂亮啊。半暖。那是猿人柱，哎。原能柱是啥？储存原能的容器，像电池一样。嗯，脑笨。傻瓜，这才不是，是不是？哼，世界才不是父亲说的故事。原能柱是改变世界的发明，以前的科学家为了改善大家生活做的。为什么这时候妹妹突然打电话来？那他怎么不赶快跟他妹妹会合呢？那个和我解释着水为什么是蓝色，天空为什么会下雨，星星为什么会发亮的大哥，已经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。OK， 我们等一下要去打的是阴招啦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里很印象深刻。我今天应该会开个3到3个小时，3小时一定要是别人玩3小时的进度。我很常会慢慢摸，所以我知道。哎，有一条鱼，3海9000。我要办理入住手续。我记得他人蛮好的、啊。开启光桥、嗯，我跟管理者可熟的，告诉我就对了。Blocking， 正下方有备用控制锁哦，从那边就可以打开了，真好套话。
哇，这啥？我没看过他，商人。瑕疵品。蚩尤欸，蚩尤不是 boss 哦，就在这里。古代的魔神。战神二号机，哈，初号机，二号机。杨花落尽柳丝长，万里东风满路香。请问它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莫向春来更漂泊，人心皆是喜流光啊！好诗，好诗，格律错了。哎，有什么宝贝割爱来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哇，切命的哎，好想要。不知道阴招会卡多久，呵呵。偏要逼人动粗的吗？嗯。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啊，其实夸父是我们老朋友。错了，哈，这女的，来啊，黑色，挡下来，一击，这样，来啦，英昭先生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永寿将，挡住！有喽。他要二阶了，对不对？哈，很快打到二阶了。这不能闪。最爱的 BGM。天哪，快没血了！哈，我都挡到一点点，挡到不完全挡的话就会内伤。差不多了，奈我无何，无法奈何我，奈何我了。嘿，贴符爆！好久不见，老友，连成就都是老友。好久不见，果然是风彻，我们就是那个作弊者。哎呀，已经打过风彻了，不仅能害入宝塔，还打败阴招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敢乔装成我已故网友。哦，珍珠奶茶来了，好可爱哦！是，我走。你还活着？看你一路的反应是不欢迎我嘞。我，那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嘞？兄弟，你没死，现在就说兄弟了。他那杯看起来很好喝。谢天谢地，谢谢扶桑。
先别急着套近乎哈，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哎呦，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，是吗？属实，算是吧。哭了。滚堂屋。五百年哦，没有一刻不是在做噩梦。我以为他们要追捕，只是把你带回来，然后大家就会好好谈，坐下来好好谈。结果没想到直接把他……我发誓我没有参与，我什么也没做，没有资格祈求你的原谅啊。我觉得他应该会好好活着。也罢，我明白你的处境啊，迫于无奈。当我们两不相欠吧。你哪时这么温柔的人呢？好，我们拉了一个小盟友。大胖猫，大橘猫，橘猫是不是都那么胖？天道议会十王之一，那请问我们算吗？蓄能井的管理者，出色的硬体工程师。我很喜欢他每次 BOSS 战后的这个啊，这个剧情。等我回来，一定会振兴家乡。他就是我们的同学嘛。四姑，有夫无佛了。这门难求的家族。老虎，邓虎走出。留在议会吧，结果议会背叛我们了。琅琊榜，不是兰陵王，搞错了。看，很像在看《琅琊榜》一样，也是那个以前的将军的儿子回来跟他的朝廷报仇的感觉。然后他老朋友们也是默默的要来帮助他的。王喜，不然楼下还有什么啦？啊，不要说食物哦。哦，轩轩哦，对哦，有一个轩轩。没有毛的生物。变成我们变宠物了，他们变主人。他要给我什么？仓宫远程的吗？啊？热量摄取机，我们要选哪一个？美男子摄取机。我们毕竟是尖酸刻薄的人，摄取机。浪去丢。新昆仑之锤，用肚子锤。我们来射一箭看看，它可以决定方向吗？只能平行的射，好吧。那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嘞？下一站。